全球健身界超知名的30岁网红林德娜 Jolinner， 身材如古典雕像，精致完美，在 IG 上更拥有900万名粉丝追踪。没想到日前经传在梦中猝逝，享年30岁，女友悲痛证实死讯。林德娜的家属2日证实她已于6月30日猝逝，女友 Nietzsche 于1日心碎发文透露，林德娜因动脉瘤破裂离世，在猝逝几天前曾提到脖子疼痛，不料突然病发，当时他就倒在我怀中，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。他痛心地指出，林德娜相当贴心优秀，希望大家都记得他 Justidic 的身份。不少网友纷纷涌入他的社群媒体留言悼念。德国网红林德娜主要居住在杜拜和泰国，时常在社群分享健身方法，拥有大批粉丝。据了解，林德娜曾在6月接受一名 YouTuber 访问，谈到自己有罹患一种罕见肌肉疾病 Rippling Muscle Disease， 会导致肌肉对运动或压力异常敏感，因此常担心自己过度训练会引发痉挛甚至更严重的状况。